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包。今天我要吃黑芝麻甜甜圈和鲜牛奶。里面是这种黑芝麻酱，它有点甜咸甜咸的感觉，不是那种纯奶油酱，然后也不是很甜。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吃过那种油炸面包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那种油炸面包？它这个甜甜圈的面包圈是油炸的，炸过的油的那个味道。